嘿嘿嘿，伙伴们，我在迷你世界中发现了一件特别恐怖的事情。Oh my god！ 所有的迷你玩家，你一定要看看这个视频呀！这件事情和你也有关系。前几天，老官方做了一件特别可恶的事情，他把我们的角色给删除了呀！他把角色功能删除，把角色全部删除，变成了皮肤。伙伴们，如果你知道这个事情，点个赞来证明一下。所有的角色都开始要迷你币了，对吧？队长、特工罗拉、小淘气，他们都要迷你币，本来这也没什么呀。伙伴们，迷你世界的皮肤都分系列，对吧？觉醒系列、武侠系列。而这件事情，伙伴们，原来我们的角色他们被分到了一个叫冒险的系列里面呀。不信你们看一下，在酋长的头上写的就是一个冒险，对吧？看到的伙伴扣个一。可是呀，伙伴们，今天我在玩游戏，我想用酋长大叔呀，然后我在游戏里找了找之前他们去的冒险系列里面，伙伴们，我发现了一个恐怖的事情。你们看，你们睁大眼睛看清楚，冒险系列只有一二三四五个人呀，酋长他们呢？冒险系列里面没有他们呀，并且我看了所有的地方都找不到角色了呀，他们消失了呀！伙伴们，快去看看你的有没有消失呢？我发现这个问题已经好几天了呀。